拥有两种惬意的寒假节日，是从新年前到开学之前。这个节日是各国的孩子们挑战，我们必须要尽情的放纵。啊，圣诞之夜了，早上回到床上真是明智之举。哦，差点忘了，戴上头盔，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呢，用船变成一个大大的雪橇，沿着滑道冲下去，堆个大雪人给雪管洗洗澡，好好迎接这节日。带一床大雪橇，巨大的发射器，雪天使们天在飞，唱一首圣诞歌，包装一份礼物，或者站在路上积雪。不过这些都不好玩。看看看看，有多少事情要在明年开学之前做。跟我们来吧，飞人的小风，过热闹的圣诞节。跟我们来吧，飞人的小风，过热闹的圣诞节。